随着时间流逝，却不自觉爱已被慢慢忽略，跟着时代生活，发现我们失去了爱的感觉。妈妈，他可以把不见的东西找回来吗？如果是爱呢？如果把爱弄不见了，是不是可以找回来吗？抬头看见，爱其实就在你身边，不管你我多么遥远，用心感受，一起改变这世界。妹妹，其实你可以仔细想想，说不定你要找的东西一直都在你身边哦。身边的